年将至，劳模周深依旧稳坐头榜，脱档跨年晚会再现周深身影，更出现在央视春晚的首次连排中。为什么周深会受到这么多平台的喜爱呢？一位平台跨年晚会导演曾谈到周深说过，对周深印象深刻，觉得他人气高，实力强，情商也很高。最后导演感慨地说，周深是难得的大家合作过觉得效果非常好会一直约的艺人。确实，周深就是一个一直都尊重每一个舞台每一个合作的工作人员的人，加之专业敬业和真诚，得到了很多人的信赖。榜单方面，近日2022微博音乐年度推荐歌手 TOP 10名单来袭。根据这次名单，如今乐坛新生代格局出现，歌手们基本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，其中周深位列第10名。靠着众多 OST 加持，自身足够吸引人的嗓音，周深的音源数据一直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，而且和一众流量偶像歌手 PK， 足可见如今周深的影响力是多方面的，实力和流量兼备，这恰恰是如今的娱乐圈最合适的状态。声音小站，北如为你带来周深的最新资讯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